普悠玛即将来喽！我是刚刚列车长的 FICN 5月15号，花莲站花莲站10:59所拍摄时，217次的花莲发射降北线号数0的天佑2034加天文33次往普悠玛即将号，有280次转217次回数，然后这边是12次树林发射降花莲线向台东。这不圆满之前啊，也有了不圆满之前进站了，天佑2006条天佑2005圆满之前号，2006条天佑2005标码机场号，在花莲站花莲主机场，天佑2006条天佑2005。在花莲站机场，他如果将停马站门，都停不了久。赶快自在接妈妈，开启车门。11:04您将自顺序延伸台东方向的第二次普悠玛机场，您在第二月玲珑星光第二月来宾座还没有上车的旅客，我下面要帮咱们多多丢我们大家玩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谢谢，再见。哇塞，又来一组哦，逆圈呢 ？R102，三彩电筒，加1579，四辆编组。啊，落下那个马掌门都给我们拿去玩去。双普悠玛 ，A7 跟 C2，一个是看台灯，一个是看树林。下面的马掌门多多丢我们大家，来支持，来接麻烦。